上子弹！哎，你以前干啥的？报告长官，打猎的。打猎？啊，就你？你打过枪吗？老，你他娘的没打过枪，你打的什么猎啊？报告长官。我会下套子，挖陷陷阱，架拍子。你叫什么名儿？顺三儿。让你打枪是瞎浪费子弹。去那边练端枪去。是。 有事儿？啊，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我想管你要个东西。要个东西？相片儿。唐姑娘的相片儿，就是咱们仨在唐庄照的，那不是一直都在你那儿吗？相机是在我这儿，可是相片呢？咋了？ 拍是拍下来了，可是底片啊需要冲洗，印到相纸上才能出图像。咱们在这深山老林里，什么都没有，没办法冲洗。冲洗？啥意思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现在给你了，你也都什么都看不了。这个底片啊，现在还在相机里，不能打开，一打开，一见阳光就毁了，就什么都没有。 你是不是不想给我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我说什么呢？不想给我你就直说，绕什么弯子呀？我就没听说过啥东西一见阳光就没了。啥？吵什么吵啊？哎，守这么多战士，两个连长在这吵架，像什么样子？就不能小点声？因为什么？问他。他跟我要唐姑娘的照片。 我跟他说那个底片现在还在相机里，不能拿出来，不能。我跟他说不清楚，你说他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你别动，不是我哪样了？你给我说清楚，啥东西一见阳光没了，咋就不能看了？你看看，齐连长，你错怪袁连长，袁连长说的对，这相片啊，在相机里呢，没有冲洗，一拿出来那可不就没了呗。 当真？当真？连我你都不信啊？你要不信，你去问苏长官。杨连长，你别介意，我知道他心里不好。 我去站过。
还是你拿着吧，我这个人马虎，万一要是弄坏了，就真的啥也看不到了。到处找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小子跑到这儿来了，怎么了？司令部有回电了，怎么说？又有新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 让我们伏击一个车队，又伏击车队，啊？这次伏击的车队和以往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这次用的是啥呀？毒气。毒气？对，毒气，就是有毒的气体，咱们正常人喘气儿，吸进去以后，就会造成伤亡。恐怕情况会更糟。 我担心，这次他们运输的很可能是芥子气。芥子气是一种毒性很强的糜烂性气体，不仅吸入后会使人死亡，就连你暴露在外面的皮肤，一旦不小心接触上，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你的皮肤和黏膜溃烂，从而使人丧命，而且死得相当痛苦。 小伙子有这么厉害的东西？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之后，在那里建立了毒气工厂，大规模的生产。几个月以前就曾经在华东战区投入使用过。我记得上海附近有一处我军驻守的要塞，国军的一个营的兵力在那守卫，而日军呢，整整一个旅团的兵力攻打了三天都没有拿下。 后来，他们趁着晚上顺风的时候，释放了毒气。天亮以后，守卫要塞的国军兄弟们无一人生还，全体殉国。明白了。那这电报的意思是？运输毒气的车队出发的时间、途经的地点，都已经在电报上明确指出了。 参谋部的意思，我相信大家已经都清楚了。对于敌我双方而言，我们的存在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。我们现在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，而是一颗钉子，钉在敌人身后的钉子。虽然我们的规模不大，战斗力也不算强，但只要这颗钉子牢牢地钉在那儿，日本人。 就得时时刻刻提防着我们。我想，这就是上峰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的。陆长官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现在已经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。这不仅仅是在军事上，而且是在政治上。看来大家的意思是非打不可了。我就是想问，这毒气。 有谁见过？进了以后，真的马上会死吗？啊！而且这个毒气车队应该怎么打？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这防守的人马肯定不会少啊！万一打输了怎么办？别到时候这毒气车没打掉，倒是小鬼子把咱们这颗钉子给拔掉了，啊！我们必须去。为啥？
我想的简单，就是如果这批毒气运到前线去，不知道又要死多少弟兄。司令官，坐。怎么，睡不着啊？你也睡不着？我做了几个战术设定，比较一下，看看在哪儿打伏击最合适。啊，是吗？比较出来了吗？基本上有了。这儿，你看，我觉得这儿最合适。从这儿经过的公路两侧是大面积的开阔地。根本不利于部队隐蔽，小鬼子一定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设伏。你看，这四周三面开阔，一面临山，辐射出去是一片丘陵。我们的部队可以隐藏在山林里，一旦和鬼子交火，可以依靠这一侧的山林迅速脱离战斗。这一带啊，地势相对复杂，鬼子即便是想追击，也不利于他们大部队快速展开。可是这么远的距离，怎么摧毁车辆啊？预埋炸药。把所有的手榴弹收集起来，缩成三个炸药包，隐藏在公路上。这次的目的是摧毁毒气，一旦得手，迅速撤离，不和鬼子纠缠。纠缠不大可能了，到时候毒气很快就散出来了。所以我才把设伏的地点布置得远一些，希望不会伤到自己人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怎么引爆炸弹啊？就剩下这个问题了。想了几个法子，但都觉得不稳妥。哎，要不我们问问曲连长吧，他的土法子多，说不定就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。这个命令你怎么看？军人嘛，服从命令是天职，不怎么看。你就没有一点怨言？按理说你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，应该回后方调整了。可是现在呢？如果这个命令再多几个，说不定我们都回不去了。不管走到哪儿，总归还是要上阵杀敌。小鬼子一日不退，走到哪儿心里都不安稳。小雷军，史力向你报道。休息的怎么样？支那人一天不消灭，史内无法休息。小雷军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这么做，请示过师团部长官吗？万一出了问题，哼，一切后果由我承担。小雷军，按军部条例，毒气运输是保密级别最高的行动。你这么做，万一让支那人知道，这情报泄露出去，后果你考虑过吗？我想，他们已经知道了。什么？你是说？小雷军，毒气是我们在阵地战场最后的杀手锏。为了引诱一小股支那部队上钩。用这么多的毒气去做诱饵，你不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只是我的诱饵。来，我告诉你怎么回事。徐文军，这边请。你看，这是我们行车的路线，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设伏的地点。可是这个地方
非常不适合作为伏击地点。你凭什么会认为他们就会选择这？很简单，就因为这里不适合，他们也会这么认为。这两个部队的指挥官，我们太熟悉了。他们最高兴做的事，就是不可能的事。这叫出其不意。那，你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你的任务很简单，你只要听到枪声，就从这三面开出地，形成合围的态势。如果他们反击，就集中火力对他们进行打击。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他们一旦感觉情况不妙，他们一定会向身后的山区方向撤退。我已经请求了永林的部队给予支援，他们会派部队封锁住所有通往山区的通道。如果他们真的进入了山区，那正好进入了设伏区内，他们休想再逃出。可是他们还像耗子一样躲在山林中不出来，怎么办？炮兵会把他们消灭的。如果他们分成几股小的分队向山区逃窜，骑兵队会一一把他们清除干净。小林君，你的计划太完美了。不过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请讲。这车队还是由我来带吧，这么多的部队，我怕无法指挥。沈德军，我已经非常感谢了。这是由我引起的战事，我必须负责到底。你只要率领我们挑选出来的人，及时的支援我，把他们赶到山区的方向就可以。好，小林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保证你的安全。沈德军，你理解错我了。我的安全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合围之际不能引起他们。你看，我已经给你选择好了一个山谷，你只要带部队隐藏在山谷内，记着啊，不能派人侦察，不能瞭望，千万不能让这两个部队的指挥官嗅到一丝的气。记住，你只有听到枪声才能出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连长，你说这毒气啥味儿啊？啥颜色？要人不小心吸进去，吸多少才会死啊？你去问一问蒙古的人就知道了。谁？死人。你。你们几个跟我过来。是。指导员，有点轻微的西北风。袁连长啊，咱们只能隐蔽在东边那片林子里了。袁连长，你看我们把炸药埋在哪里比较好？等我跟曲连长商量一下吧。连长，这是顺三。连长，听说你会压炮子啊？对。那你给我详细讲一讲，这压炮子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就是把炸炮用羊肉皮子包起来，放在狼走的路上，狼一看见羊肉皮子就咬，一咬就炸。连脑袋都能炸掉了，也就是说，一有压力就炸，啊？那用你说的这个法子，能不能把我们的炸药包和那个炸炮连在一起，让他们一有压力一块炸？应该能成，这
粒儿是通的。哎，你等等，兄弟，可是鬼子车队前面如果放了士兵探雷，一引爆了，我们不是暴露了吗？那鬼子的汽车多少斤？几千斤吧。那好吧，在炮子上面加个拍子，野兔子那种，踩着之后炸不了，野猪一踩就炸。可问题是，人比兔子重多了，能行吗？没问题，啊，你这个吧，咱们做个大一点的拍子，两三个人踩不翻。行，那你赶紧去准备。好，快走，你快走，快点，小心点儿，给我挖深点。哎，你上那边，哎，老曲，你看炸药埋在哪儿合适？哪儿都不合适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咱们得走。什么？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咱们得赶紧走。为什么？我也说不好，就是觉得不对劲儿。你想过没有？咱们也太顺了点了吧？怎么这么巧？咱们就知道鬼子要运毒气，而且你看，好像给咱们选好了地方来炸小鬼子的车队，啊？这太顺了，不对劲儿。其实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可问题是，我们已经到这儿了，又有上级的命令，你看这不能撤。既然咱们有上峰的命令，就必须要执行。曲连长，你能不能拿出一个说服我们的理由？我没有什么说服你们的理由，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。指导员，虎子琢磨的没有错，这么多年了，回回都是八九不离十的，真的。袁连长，苏长官，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考虑曲连长的意见。还什么认真考虑？赶紧撤，不撤就来不及了。曲连长，咱们有上峰的命令，临阵撤离，你能负得起这个军事责任吗？袁连长，新四军也在国民政府管辖之内，况且我们现在两个连队已经合在一起，如果日后战区司令部真怪罪下来的话，我来承担责任。袁连长，其实电报上也没有命令我们必须伏击车队，我觉得有可能还是试探。可是别忘了，鬼子运的是毒气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毒气运到前线去。那不一定，这鬼子运的毒气要是假的呢？但这是上峰的命令啊。老袁，假的怎么办？你要不要再认真考虑一下？我不用再认真考虑了，我已经闻见小鬼子的火药味了。我信你的，撤，撤，撤，动作快点。兄弟们，别闪了，赶紧撤，快！好了，所有人，快撤吧！快！撤！这咋办啊？好了，拆了！大爸，一时半我拆不了，那就不要了。扔了！快给我拆了！走！快点！连长，怎么样？哎，东边山梁后面的山谷里有不少鬼子。那边呢？北面林子里没有发现动静，可是林子密，我走的也不深，林子那边的情况也不太清楚。老袁，咱们先进林子再说吧。听你的，快点走。是。怎么了？怎么个情况？老猎户，来了，真够快的。
闭。报告，没有发现任何情况。路面有动过的痕迹吗？我查过了，没有，路面很完整。也许那些支那人根本没有来，或者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可靠的消息。不，他们已经来过了。空气中有他们的味道。全体下车。嗨，全体下车。闪击！闪击！同志，小子，这人是在咱们的，他娘的别动！狡猾的支那人统治友邻部队，支那人可能向他们方向去了，按计划行事。嗨，冲不冲？老宋，小鬼子真够给面子的，连炮兵都用上了。怎么样，过瘾吧？要不是咱们折腾的欢的话，就凭咱们这些人，小鬼子怎么可能下这么大的本？老班长，周导演，倒是说话呀！我在想，小鬼子用上了炮兵，是要下决心彻底消灭咱们呀？
我的想法是把部队分成若干小股，从不同的方向同时突围，彻底打破敌人的部署，最大限度地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。只要能冲出山林，就有生路。不行，小鬼子下了这么大的本，你能想到的，他们都想到了。那依你的意思呢？ 回去，回去。对，这小鬼子把前面的路给堵住了，咱们就朝回走。可问题是，我们朝回走，即便是突出去了，那也是进入鬼子的防区啊。我们只有进林子，才能和鬼子周旋。那不一定啊，朝前走只有死路一条。咱们只有朝回走才能活着，活着才有办法。可是天就要黑了，咱们不能按着 任连长刚才说的是一事吗？不行，老猎户刚才说，路上发现了马蹄印，说明鬼子有骑兵，前面有一片开阔地，还没等新树林子，骑兵已经追到咱们了。我同意曲连长的说法。上次我们就是往回走，才跳出鬼子的围剿。可是往回走，我们再也遇不到像唐庄这样的村子了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怎么补充给养啊？李副官，你放心。 只要有群众，我们就能活着。不用再讨论了，我提议从现在起，部队的一切行动交给区连长统一指挥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好，那就麻烦各位，下到排级单位，以防打散后失去指挥。我和老猎户在前面探路。好，行动吧，行动，行，走。老师，跟着我。 小林军，怎么样？他们出现了吧？来了，没有行动又撤回。小林军，我保证，我绝没有暴露目标。不怪你，是这两个指挥官太骄傲了。小林军，你也不必太焦急了。你的计划这么漂亮，只要他们出现，就绝不会让他们逃掉。 申军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小林军，你放心，我安小队分三支人马，分几路向这边搜索过来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如果你再想得周到点儿，应该兵分几路，守住他们可能出没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已经制动才是上策。可是，你不是说他们会向山区里撤吗？ 你忘了，他们上次是怎么从我们手心里溜掉的？我想，你不应该忘记吧。赵岩，哎，赵岩。 在这儿待着啊，别动。怎么样，苏长官，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也没用，现在指挥部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要告诉他们，他们给出的情报有误，我要把我们的现在的状况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。 他们的疑虑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？他们有他们的难处，他们有他们的考虑。我看还是算了。不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中国兄弟连不是编出来的。
猴子，猴子，哎，过来。哟，我再交给你个任务。啥任务？别再像上回似的。哎，给我盯住了。是。是深山，鬼子不可能把这大山围得水泄不通的。哎，要不要问一问老猎户？对，老金，老金，哎，这一带你熟吗？那下面由你来带路。几个队伍出发。集合！老爹，我琢磨着，是不是应该走那边？带齐所有装备，收拾一下。把箱子装好。后面点事，是不是应该走那边？把这个毯子给包上。出发，跟着老爹走。走。滚吧！小鬼子，老爹，你这些脚印能看出点啥来？能有百八十号人吗？过去几个时辰了，估计天黑之前过去的。那咱们就顺着鬼子的脚印走，跟在他们的后面。对，跟着他。应该算是暂时跳出包围圈了。对，千万要小心。和鬼子遭遇上，这个地形可对咱们不利。还是那个主意，分成小队，我先走。Thank you.
就看见了。这他娘的就叫命大。心渐生。